台湾的金鼎奖为哪一个产业所举办的奖项？金鼎 ，pass， 下一题。鬼灭之刃的主角炭治郎属于哪一个组织呢 ？pass， 下一题。太阳花学运发生的日期是几月几号？318，正确，18号。哪一个国家的男性几乎都曾出家过？泰国，正确。MBTI 人格当中一型人是指什么性格？外向，正确。都市高楼密集造成温度升高是什么效应？热岛效应，正确。传统的菜瓜布是用什么蔬菜制成的？丝瓜，正确。大雨后蚯蚓从土里面钻出来是要做什么呢？呼吸，正确。知名的机车瀑布出现在台湾的哪一座桥？关主连答，好，来，时间暂停，关主请答对两题。台湾六都当中最晚升格的是哪一个县市？桃园市，正确。成女黄花闺女，黄花指的是什么花？菊花，正确。英文简称 NTU 的是台湾哪一所大学？台湾大学，正确。欧洲唯一的迪士尼乐园位于哪一个城市？巴黎，巴黎，正确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是谁的经典台词？常景人，正确。汽车品牌保时捷的标志当中是什么动物？马，正确。餐厅常见的 A 菜学名叫做什么呢？莴苣，正确。台北猫空缆车的起点站是哪一个捷运站？动物园站，正确。麦当劳叔叔的靴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，正确。故宫国宝毛公鼎下方的鼎足共有几只？三，正确。钻石主要成分是哪一种元素所组成的？碳，正确。来，时间暂停。杀得难分难解哦，好险叶永烈拿到那一张。哎，这一回合只差7秒，这也算是一个记录了吧？对啊，吓死了！啊，擦手汗，一直擦手汗。哎，让大家先稍微喘口气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有一些题目没有答对，大概是哪些？首先第一题，台湾的金鼎奖是为了哪一个产业？其实它就是出版业。是。其实早期它还有新闻杂志，还有唱片。唱片。最一开始的唱片是金鼎奖的唱片类。后来他把这个东西额外开变金曲，对，变金曲奖。那现在的金鼎呢，就还是给一些在出版业有卓越人员啦。《鬼灭之刃》炭治郎，他就是鬼杀队啊，这个要有看才会知道。对，那太阳花就是童姐那时候也是有冲进立法院嘛，所以就专题做得很清楚。再来呢，知名的机车瀑布呢，在台北的台北桥非常有名。对。只有这些答错，很厉害，这真的是太好看了。我们现在是官方的暂停时间，对，那也有一个机会让童姐选择说你要不要换人，还是要继续答呢？继续超强的，超强的，超强的，后面都不能换了，你还有，你们不要上来玩一下吗？没有，你真的超强，而且这张也用过了，用过不能用啊，等一下又给我抽起来用。抽起来用，律师会昏倒。对对对，好，而且只差7秒啊，希望不换人嘛哈，不换，只差7秒，7秒大概就是一题的来回，对，因为还要那个老师念题目的时间嘛。他只要答错一题，你就有机会。是，来，我们关主先，关主先答，关主先了，关主先答，等于没差啦，等于没有，你们没有一点优势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会是这一集吗？又杀青酒哈，订餐厅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哎，结果是他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问他准备好没有啦，他先答。他们先答，接下来的40几秒就是非常关键。对，搞不好是开播以来的经典，就是这40几秒。老师，请。飞机起降时，逆风还是顺风比较安全？逆风，正确。精品路易威登最早是卖哪一种产品起家的？行李箱，正确。日本著名的明治神宫位于哪一座城市？东京，正确。妈妈手主要是指哪一只手指的肌腱发炎？哪一只手指？哪一只手指？大拇指吗？正确。台股中的航运三雄有长荣、阳明跟哪一家公司？万海，正确。到目前为止 ，IG 关注人数最多的个人是谁？泰勒斯。下一题。日本招财猫举左手的是公猫还是母猫？公猫。下一题。紫米跟黑米哪一种属于糯米？紫米，正确。伊甸基金会是由台湾哪一位作家所创办的？
刘霞女士。正确。迪士尼的小美人鱼艾丽儿有几个姐妹？六个姐妹，正确，连她七个。声音强度当中，20分贝是10分贝的几倍？10倍，正确。中华民国护照使用的大头照是几寸的？时间到，来，时间到。哇，24。哇，还第二回合，题目当然，题目后面越来越难，这个是一定的嘛，常态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你是少数第二阶段还表现得很稳的人。对对，中间有一些题目，因为刚刚遇到了一点乱流。对，到底是哪些？来，目前为止 ，IG 关注人数最多的男生就是 C 罗。啊 ，C 罗。对，2020到2024年2月哦，他 C 罗他的关注者有6.22亿。哦。6.22亿，你看光那个广告，那个业配可以哦，你知道不得了。他的那种零头小数点给我就好了，我就发达了。0.22亿耶，2000多万哎。对啊。你 IG 现在多少人？2万。2万，哎哎，不要这样，我1点多K， 是不是？哎，点二十，对啊，我也1万多了。我们要经营 IG 真的很困难，可不可以请 C 罗 take 我？真的，拜托，或者 OK take 你还是告你？哎，都可以，反正他告我，我也会红啊。对啊，关注者最多的女生呢是美国歌手 Selena， 那有4.29亿 ，Selena 就是那个 Justin Bieber 的女朋友嘛，之前一直分分合合那个迪士尼。那个小公主唱歌的那一个，对。那日本招财猫呢？举左手的是母猫。其实招财猫还有公猫跟母猫，如果是公的，就举右手就是招财啊。举左手是母的，它是招人员，招客啦，对，招人员。招客就是客人嘛，然后对这样好，很厉害的童文姐真的很强，很棒，哎，站到最后一上百啊，厉害，对。可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要宣布啦，挑战失败。OK。刚两位看觉得怎么样？心惊胆跳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还好，不是我站在那边，好难哦。对啊，万一他一说换人，你们上去接得上吗？紧张死了。对啊，还好他没有抽到那个换人卡。对对，姐扛得住啦，他就已经是三明治妈了，很多事他都扛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去我的接住他，见招拆招。对对对对，见招拆招。对，新书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。是，那现在各地方都买得到了吗？对，在这个各个实体书店，还有在网络书店都可以。买到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们开卖6个小时就中文榜第二名。哎呦，哇，厉害！哎，你现在回去看，搞不好第一名了，对，是不是？也谢谢我们的观众就成功了，帮我们省下10万家电。是的，也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还有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。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。